OK， 刚刚介绍 Super Junior、Super Junior M， 他们前一阵子不是有来台湾开演唱会 Super Show 3吗？那现在呢，我旁边有很多 Super Show 3的官方的周边商品要介绍给你们啦。其实我最喜欢介绍这个，因为介绍这些我都觉得真的还蛮有趣、蛮丰富。首先是很大的明信片，有谁写明信片会写这么大张啊？就真的摆在家里供奉就好了啊。然后大家都真的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为了演唱会，你看特别拍了一组的全新的照片，所以真的是我觉得蛮有收藏性的。然后这个明信片哦，真的是最适合写给长辈的，因为你字可以写很大，然后长辈这样就才看得清楚，好不好？你自己看，它后面真的是全白，真的是可以写的明信片。好，然后还有什么呢？还有这个就像是铅笔盒嘛，可以放一些小的东西啊，放一些女生的化妆品也可以啊，还蛮多的，好，可以这样放。好，再来还有什么呢？还有扑克牌，扑克牌这里有很多扑克牌，然后每一张哦，我刚看的每一张真的都不一样，然后有四个人的，有全体一起的，也有就是一个人一个人的。还有什么？一定要文件夹嘛，这里文件夹。每个人颜色代表的颜色都不太一样，帅，好看，这个光，男生打这种光就很有，我很喜欢这种光。你看一半侧脸会有一点黑黑的，就比较 man 的感觉，会比较 man， 然后线条会更明显。陈敏啊，神童，好，那我们再看还有什么呢？还有抱枕。你可以抱着他们睡觉，然后两边各一边是五个人，这边五位，另外一边也是五位，都不重复的，所以你可以135睡正面，26睡那面。那礼拜天怎么办？礼拜天中间起来上厕所，回来再睡另一面啊。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演唱会必备毛毯，因为你知道他们在可能在韩国开演唱会一定都很冷嘛。一定很冷，所以就是看演唱会的时候可以这样。Super Junior 的 Third Asia Tour Concert， 然后下面他们十个人的名字，好不好？好，这很棒，也可以当浴巾。什么？谢谢歌迷朋友这样子提供给我们。好，那为了报答你们这样提供给我的话，陈一如在这里决定变个小魔术了。自己想变，自己想变，我们放这里比较明显啊。好。现在陈一如来说故事，来，我们有四个 K， 我们四个 K 分别是谁？来，陈明、神童、立旭、圭贤。好，我们把他们四个当小偷，好不好？大家不要这样，他们是可爱的小偷，他们四个是小偷。然后呢，这另外四位是哪四位？我来看一下这四位。立特、东海、西侧、银赫，对不对？他们四个把他们当警察好了。好，有一天这四位小偷呢，这是银行，好不好？这是一个很大的银行。有一天这四位小偷呢，可爱的小偷，大家不要生气哦。他们进去，要抢银行就进去哦。进去以后，嚯，这四位警察看到了，马上射了一个出来。射谁出来？射陈敏出来，然后结果另外三位小偷，赶快跑进去，又跑进去，再跑进去。这四位帅气的警察看到了，马上追进去，再追进去，再追进去，再追进去。然后呢，跟着我做一下，唰！后来另外三位可爱的小偷跑出来。跑出来，再跑出来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是 magic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他们 Super Show 的精彩画面，跑起走。
Yeah.